铁兵昂首，武林红团依旧，乌龙鼻子三龙温秀心胸，三龙温秀。今日的双角高手，频频的高手。我今日目前双角动作频频，若三龙不行，是双角之手。甚至乌龙鼻六千双角将军，那人真功尽弃，惊险不妙。公务人民应该赶紧采取行动。戴宗师，我愿意帮你处理乌龙鼻，但我有一项要求，希望你也能出声。哦，什么要求？我希望得到迄类资源，你就听话，即质量块所言连续不物，全归你所有。是。此话就会秘密开启，以被迄类之眼看穿。咱要见到周良宽，弟弟连作秘密，一时求相信。用敌如大宗师，用敌如何发挥迄类之眼的最大价值？迄类之眼对我意义非凡，想让我考虑吧。可以，我想派出信流兄一花千手，助力夺乌龙鼻。再来就看你决定。就由你阿一两人执行任务。这话就会秘密开启，以被迄类之眼看穿。咱要见到周良宽，弟弟连作秘密，一些求相信。明帝如大宗师，该帝如何发挥迄类之眼的最大价值？李昂，你完成了迄类之眼的绝世天赋，我相信你能达到永无后，甚至超越他之境界。你心胸老掉古灵的秘密，就必受严厉要求。既准成功，不惜失败，是你为了人生目标。如果完成了极限，那就冲破极限吧。大宗师回来，金钟，以及我所观测之手有效性。对阿飘零，即人手成就，以四流兄花千手配合，夺取三龙温秀心胸的乌龙鼻，不得有误。对阿，夫妇表现吧。从此红彩高台呼声，金钟，这段我帮你连续四番袭击，有丢没有就为你效力。我相信这对你而言并非难事。明秀大宗师气中，金木金不敢应承，便好天马之力鞠躬尽瘁。自古灵从入印度，最觉欣喜之色。我可以拥有哥哥豪中印度之骨血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岂敢？